109年的体育推手奖表扬典礼，一共有51个单位获奖，而得奖企业是涵盖各领域，有企业连续12年举办快乐踢足球的足球比赛，让青少年身心都获得健全发展。而为了感谢企业主对台湾体育贡献，总统蔡英文也特地出席并亲自颁奖，给这一群幕后推手更多掌声，替台湾体育共尽心力。